台湾以前哦，那暗来，啊就开始追追追，晚上一只，哎，开始开始，晚上两只，啊晚上三只，啊，我都不听的。用完好洗了，我男的倒来，哦，啊，再个，伊就安尼水水了，就伫遐叫安尼。啊，这个，这石头鸟吼，伊袂做事，种鸟袂做事哦。啊，伊吼，就生蛋恁家的迄个厝顶，哦，啊，伊就生一边拢生两只。啊，伊呢，伊吼拢食饱啊，伊咧安怎食呢？伊即马，你着看伊。暗来哦，伊就开始吹开开哦，开开啊，就吹吹啊，咧伫咧洗，啊，就蠓啊，啊是迄个，蠓啊啦，啊是咱咧蛾啦，哦，就在海里开始食安尼，啊，啊伊哦是疫苗啦，因为伊会帮助消灭这个蠓啊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咱讲的夜莺，啊，有人咧讲，嗯，啊，迄个老鹰是足厉害。拢会食鸟啊，啊所以吼，这无法度，哦，这号做夜莺。啊，为啥讲迄个鹰吼，是这个鹦鹉的这鹰，唔对啦吼，这是老鹰的这鹰啦。啊，这种鸟吼，较早伫外口溪仔边，哦，尤其是迄个石头啊，迄个咱来迄个大船啊，还是啥物水库，做些石头啊，啊，伊拢伫遐咧饲嘛。后来哦，因个环境变化足大个啊，伊遐无法度生存啊。啊，即摆倒来，哎，掠到咱个都市内底，啊，啥物会到咱个都市内底吼？因咱都市拢有迄个日光浴、迄个电费啦。啊，咱个电费足济吼，迄个照明设备是济，蚊仔着活来，恁知吼？啊，蚊仔活来，啊，即个活来食。啊，这个阿娘阿那音嘞，阿娘就是去模仿你讲的鸟声，讲声鸟声个啾，这水水，啊，迄个其他鸟就飞完了。哦，哎呀，这个足趣味啊！这就是咱讲的夜莺，咱今日就是来看这个夜莺。